正在期待着你的舞台，灯光已经准备要打开，谁会站在众人的焦点？你看，有多少人等着要让他来，有多少人准备迎战，你就是你无所谓的姿态。Never give up， 你已经准备好今年夏天有一件很大很大的大事吗？巴黎奥运。哦，好，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任何大事。我以为你要公布你个人的大事。我个人有什么大事？我不知道，想说突然要有个公布了这样子。好，在七月底的时候呢，这个全世界的运动员们，这应该是他们人生一辈子的梦想吧，登上奥运殿堂。然后当然呢，如果可以打败世界好手拿回奖牌的话，那真的是一生当中啊，可以跟。无数的人说嘴的一件事情，我是奥运金牌呢。这个我是奥运金牌呢。要讲这句话，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没错，付出一辈子吧。然后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像是谁会知道，竟然有一届奥运会突然延期一年呢，会打乱你所有的步调。然后因为运动员也有一个黄金时间吧，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说，比如说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或者可能体操选手小一点，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如果过了那个巅峰期、黄金期，是不是能够完成梦想的机会就又少了一次呢？好，所以呢，这个今年的奥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台湾的厉害的运动好手们要去参加，那希望呢，他们都可以拿到他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好成绩啦。Get it up. 부드럽게 채워 get it up.
벗어나길 원치 않아 되기로 번져갈 love so sweet 머리가 깨질 듯이 시린 너의 투명한 바닷길까지 자꾸 욕심나 풍경함을 녹여줘 목이 타는 기분 살짝 위태로운 지금 다른 걸론 절대 만족 못해 听到的歌曲来自 EXO， 这首歌叫做 Cream Soda。 在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时间，现在时间2:13，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然后等一下呢，在2:20过后呢，我们又要开直播了，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你可以关注一下。那至于今天我们的运气好不好，你们看不看到直播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今天呢，我们的美眉爱漂亮然后发现又没有办法看到直播的话，那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录音间，我们就用听的，对，大家就用听的吧。啊，然后美眉爱漂亮，我有一个问题。现在啊，我们的好朋友台南谷阿明，他现在人呢是不是在名古屋还是哪里？他在日本过生日，嗯，对吧？嗯，所以他今天应该是不会听节目的。嗯，我想要送他一个生日礼物。嗯。然后我就打开了 LINE 礼物，现在正在挑。我想要送他香水。哈？你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决定吗？因为你跟他又没有熟到他的香氛是爱什么。哦。我是想要盲送一个。那我要送什么？你不用啊。要吧。为什么？他也是两肋为我插刀付出了很多。那你听到我要送你才要送。没有，昨天原本也是想要打开烂礼物，只是我连这个动作都没有做。嗯，好，那你说说你要送什么？啊，原本是想说他就是最爱吃东西跟喝东西，我是送饮食相关的。你会送麦当劳啊？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他都会送我麦当劳。对啊，我想说他是不是很爱这个？对啊，我觉得可是我们都到这个年纪，好像不应该这样害他。嗯，麦当劳还是很赞啊。所以是不是要集思广益问问大家？集思广益，集思广益。我们适合在里面挑什么送给台南谷阿明？对，我本来的美眉爱漂亮，想说我们的玻璃怎么那么脏啊？你太慢发现了吧？为什么、啊？谁去碰它、啊？就是有一阵子之后，不知道怎么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没有道理耶、欸。我也不知道。모든 순간들이 오로지 널 향해 있어 나는 너 하나로 충동 因为本来是美眉爱漂亮时间，我想说，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香水达人，我可以问一下那个Coach 时尚经典男淡香水，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吗？哦，之类的。好啊，帮我们待会就打开来看，然后问大家有没有用过。啊，嗯。I wanna stay with you， 就在飞碟联播网。就爱给你 UFO。Holding my breath and then I count to 10. On to the next, that's what my mother said. All of my friends they never liked you.But they never knew you like I do They say hindsight's 20/20 Maybe I'll see you one day I will Yeah, I wish I could've made you lovely Maybe I'm feeling one day I will But right now I'm drunk Right now I'm wasting Spilling out my guts To the ghosts in our apartmentThey say hindsight's 20/20 Maybe I'll see
your body felt. Your head on my chest, a summer in the hills. I wish you the best with somebody new, but they'll never love you like I do. They say hindsight's 20/20. Maybe I'll see you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I will. Yeah, I wish I could.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我们谈到了有些国家的国旗呢，不只出现在自己的国家上面，还出现在别人国家的国旗上面，那就是 UK 大英帝国的国旗，还出现在其他四个国家的国旗上，就是澳洲、纽西兰、
斐济跟图瓦鲁。关于澳洲的国旗啊，历史是从1901年开始的。当时呢，英国有六个殖民地组成了主权独立的澳大利亚联盟。然后呢，在1901年就举办了，来，我们来设计我们的国旗吧，设计的比赛。这个比赛是有奖金的哦，所以有吸引了高达32823件投稿。这个设计的条件是，首先国旗就必须要包含英国的联合旗，以及因为呢我们在南半球要包含南十字星座，就是有这两个条件。还好最后呢没有出现一些什么香烟的图案，因为其中一位的这个设计比赛赞助者是当地的烟草公司。在这样严格的规定之下呢，所以很多很多的投稿作品都很像，最后有五位参赛者胜出了。其中呢还有两个是青少年，还有一个纽西兰人，他们的作品啊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他们最后平分了奖金。好，这就是澳洲国旗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啦，就它是英国国旗在它的左上方，然后呢右边有一个南十字的星星，而这个星星呢是一个六芒星、七芒星。本来啊，旗帜上这六颗星星代表是联邦的六个英国殖民地。然后呢，大英国协的星最一开始是六芒星，看起来是大卫之星。可是后来呢，把这个六芒改成七道光芒，因为另外一个领土呢，巴布亚也加入了澳洲。后来啊，1975年的时候，巴布亚独立了。可是澳洲人呢，还是决定啊，我们把这个国旗上面的七芒星给保留下来吧。好，那这个原本呢每颗星星的光芒数啊是从五个光芒到九个光芒都有的，呼应他们在天空中的亮度。后来为了简化设计，除了最小的星星之外，每颗星星都变成了七芒星。哦，所以澳洲的国旗上面的星星不是每个都七芒，其中有一个是不一样的。好了，澳洲的国旗呢也提醒了我们啊，这个国家最一开始啊是由英国流放到这个南方之地的罪犯所组成的，就是澳洲人呢，除了原本的原住民之外啊，一开始呢都是英国把他们的罪犯，还有呢他们在那边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人，然后才想要到澳洲来试试看这样子。那其实罪犯被流放的这个很像进击的巨人啦。就是啊，你犯罪了，我就把你啪踢下去啊，你就在一边自生自灭吧，这样子。在国旗诞生的半个世纪以前啊，澳洲的反运输联盟反抗英国政府再继续遣送罪犯来，那他们也用了相同的旗帜。直到呢20世纪的中期，澳洲的国旗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是颜色的不一样。一个呢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蓝色的背景，另外一个是红色的背景，而且这两种版本。官方是都承认的哟。后来啊，到1953年，澳洲政府呢才宣告说，只有蓝色的国旗才是官方版本。以前啊，其实红色版本还更受欢迎一些。那为什么会改成这个样子呢？有人说啊，会选择蓝色是因为红色会跟共产主义连结啊，因为那个时候颁布的命令是在1953年嘛，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打完，然后在冷战时期，所以呢会觉得哦，红色好像是一个必须要避免的颜色。那澳洲当地呢有发起这个，为什么我们国旗上面要有英国国旗啊？我们可以不要这个吗？然后他们有发起过这个行动，提出了三种论点。首先呢，是因为如果上面有这个英国国旗啊，我们在国际场合里面，澳洲跟纽西兰常常会搞混。再来第二个论点是，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旗上面有其他国家的国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第三，澳洲我们是有原住民的，可是我们的国旗没有包含原住民的任何象征啊。澳洲政府呢，就在1995年对最后一点做出了回应。是的，我们没有原住民的象征，所以啊，澳洲就把澳洲原住民的旗帜也列为了澳洲的官方旗帜。这个原住民旗帜呢是黄色的蝶形，其实很像一个黄色的就是圆形啦，
你可以想象是日本，日本是白底跟那个红红的圆圆在中间嘛。那澳洲的原住民呢是这个红红圆圆呢把它换成黄色的圆圆在中间，那后面的白底呢不是白底，而是下方是红色的，然后上方呢是黑色的。哦，双，所以总共有三个颜色。没错，那这一种设计呢，其实在很多的原住民当中也都有，然后说什么黑色可能代表是皮肤啊，然后红色呢代表是他们的鲜血啊，他们有各自的这个意思啦。不过特别的是哦，这个1971年澳洲原住民艺术家哈洛德·汤马斯设计了这个图案，这个旗帜。那这个旗帜呢，常常会在官方非官方当中被看到。有一个令人很讶异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所以他拥有这个旗帜的版权，而且他也很成功的把它变成商业使用。2020年澳洲爆发了丑闻，起因就是这个旗帜的使用权被一家服饰品牌给买下来，然后这个品牌呢开始阻止其他人你去用这个原住民代表原住民的旗帜在产品上，然后这个品牌的所有人他并不是原住民。所以就是怎么样，我有钱，我把那个旗帜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你在所有商品上你要用这个旗帜你要付我钱，不然我不准你用，这样子。澳洲呢有一个称为澳洲国旗的组织，从1981年就开始倡议我们要换国旗，我们要换国旗。虽然这当中有一些设计非常时髦，非常原创，可是呢每次的民调都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澳洲人并不想要改变他们的国旗啊。这个也是很麻烦一件事情啊，就关于台湾呢，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些想法啊，很多人觉得台湾我们要独立啊，独立要自己的旗帜啊。可是光要选旗子、选国歌哦，这种事情啊，哇，每个人都很麻烦的啦，每个人都有意见，你很难找到一支大家全部都同意的。如果呢，你就说好，那多数决啊，多数决决定啊，那多数决决定就有个问题嘛，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会不承认这是我的国旗，所以就是要换的时候也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啊。2:54，今天呢，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午后哟。你厌倦同一班车，被夕阳吞没，却忍得不动声色。很多时候，你一个人就这么掉入了一身沉默，看起来属于陌生。我属于暮色，却不是属于谁的。你就是如此令人神往的角色，在造物主的手中不止一个，锋利中带着柔和，柔和里伴随冷。无需费力把我俘获，平静里带着谴责，谴责却没有晕火。
伴随冷落，你就有如此不可多得的神色，你每种表情无需费力把我俘获，平静里带着谴责，谴责却没有晕火，你告别该有的脆弱，你放生无罪的困惑，你沿着真心一路上化作蔚然的清澈。